是八卦昆仑扇，高玉冰是李老的再传弟子，师承我们李子明先生，著名弟子赵大元先生。高玉冰也是非常热爱武术，勤奋学练，多次参加北京市。 和国际的武术比赛，均取得女子组的优秀成绩。昆仑扇是八卦门里的比较短小的与骑兵兵器，它融八卦掌的特点与扇技而结合，融打、拿以及剑法，还有风火轮儿。 两节棍等技法于一体，具有健体强身，也有较强的攻防技击意义。赵大元先生也是在武术上非常有建树的著名武术家，他在李老传承的基础上，开创了北京武协赵氏擒拿研究会，并任会长，目前也是弟子门人遍及海内外。好，谢谢高玉冰。